小伞、小黄、肉肉，晚安喽。啊，薰衣草的味道真好闻，今晚又可以让我睡个好觉了。谢谢哥哥的礼物。哇，好可爱啊！谢谢哥哥，人家也要礼物。渣渣，你冷静，冷静。你们真是够了，我要睡觉了，别吵。遵命，大小姐。我好像听说有人要睡觉了呢，大好时光，睡觉多无聊啊，一起跳起来吧。不是说了睡觉了吗？快了快了，电视关了，马上睡觉。打起精神，舞动起来哟。怎么关不掉？你们起这么早啊？是根本没睡，这直播吵得没有办法睡觉啊，修又修不好。你怎么还在看电视？不是我看的。这电视它关不了啊，好吵啊，能不能安安静静让我睡个觉啊？昨晚开始，所有的屏幕都出现无法关闭直播的现象，大家都被吵得睡不着。全世界的失眠夜呀。事出反常，这个女主播非常可疑，我们要去调查清楚。大家是不是也跟人家一样睡不着呢？得赶紧找到主播呀，大家都困得不行。真是奇怪，怎么追踪不了主播的位置啊？这样盲目寻找，不易于大海捞针呢。我们集中注意力，总能找到线索的。几天不见，他们都憔悴成什么样了？失眠季先生真有一套，不愧是天天熬夜玩手机的人。就这样熬下去，不用几天，他们就变得不堪一击了。不让人睡觉的主播，你到底在哪里？我一定要把你揪住了。神兽战队，你们怎么睡在这儿啊？还不是最近大家的电视都关不了，吵死了，根本睡不着。有吗？我们家的怎么没事儿啊？小鸡皮，我们去研究研究电视吧。他可以把电视关掉，干扰消失了。追踪器正在搜索主播信号源。找到了。大家打起精神，我们出发。这里看着也太舒服了吧。这就是主播的老巢。
好软好舒服，好想睡大觉啊。你们终于来了。终于来了，我可是等了好久呢。啊，女主播，机械兽，失眠机械兽，原来又是机械兽搞的鬼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好粗鲁的小姐姐哦！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你知不知道让大家失眠的后果多严重？头痛、耳鸣，大家每天都无精打采的。好可爱的小哥哥啊！我就是要消耗你们的精力，再把你们引来我的睡眠巢，一网打尽呀！啊，大家小心，准备变身战斗！关爱生命，心存精明，爱心金甲武装。睡眠不足，失误。你们是在逗我开心吗？怎么办？大家都太累了。我的睡眠巢可是个睡觉的好地方，你们就乖乖听话睡一觉吧。不好，这个泡泡可以让人入睡，大家小心不要碰到。在屏幕前的你们也可以好好睡觉哦。你害得大家都睡不着觉，别装好心了。你可别冤枉人家呢，我这就让你乖乖睡一觉。你把直播关掉。飞燕连环计，耶！小姐姐你好凶哦。花雨里楚楚可怜的神兽战队，今天就让你的观众看着你被神兽战队打败吧。小调皮们，
终于都睡着了呢。抓抓！新盘仔，神兽警示，神兽警示！睡不着啦，睡不着啦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电视直播看不完，天天熬夜又失眠，这可不好。精神不佳，黑眼圈，学习生活错连篇。那怎么办呢？放下手机，好睡眠，精神充沛每一天。好啊好啊，守护大家，伸手警示。